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！啊，感谢感谢。又一次来到咱们广东卫视《美好生活欢乐颂》，哎，非常的激动。对，因为现场的观众很热情，哎，通过大伙儿的掌声能感觉出来。您谈谈，朋友们喜欢听相声，爱听。大伙儿都知道相声四门功课，哦，说学逗唱，这是基本功。但是我们的前辈，我的师爷马季先生曾经就说过这么一句话。他怎么说？说学演唱都在其中，加了一门演，要求我们年轻演员提高表演的水平。应该。最近我就在进修，在这个舞台上给大伙儿汇报。大伙儿如果欢迎的话，接下来我一个人给您演一段，好不好，各位？好。谢谢大家。这个表演呢，跟说它就不一样，我说，你知道吧？哎，我说，需要演，你干什么？一点都不好。嗯。怎么你说着说着，我怎么就没了呢？你不在这儿呢吗？什么叫我在这儿？你不能一人演呢。你看表演嘛，不是说相声，你说是吧？说相声两个人表演，三个人都可以表演，我一人就行啊。咱俩人一块儿演呢。你不行。再我说我不想说话，不行不行、啊，这是什么态度啊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什么不行啊？你演不了，哎、啊，你演不了。我怎么演不了？你自己说，我演不了。哎，我凭什么说我演不了啊？你怎么那么讨厌、啊？你看广东卫视这么好的节目，一定把最高水准的艺术奉献给观众，对不对？我跟您说、啊，你学过吗？表演？行了行了，论起演戏呀、啊，啊，我比您快一步了。怎么意思？我早就拍戏了。谁呀、啊？我呀。你对，拍戏了？拍戏啊。哦，是动画片吗？是拍的是。我演谁呀、啊？动画片？你让大伙儿看看长得那个《熊出没》里边那熊二的模样似的，你看。啊、你就台词我知道，熊大光头强又来了。行行行行行，我没偷吃蜂蜜。啊、我哪演过呢？你没演过，你怎么知道没偷吃蜂蜜呢？你太讨厌了啊！我正经演过电视剧。你行啊？行啊。那这么着吧，怎么着？当着观众的面，咱俩就别说相声了。嗯，咱们PK 一下好不好？比试比试，比试比试，可以即兴表演。嗯，出一个题目。啊，即兴就表演，考验这演技的，好不好？哎，那来一回啊！不是您先，我得先问问、啊。您说，就是怎么个题目？那想个即兴吗？啊，对，您说即兴吗？我不怕。想想啊，咱们挑一个大伙耳熟能详、平时喜欢看的啊啊，什么题材？生活点儿，嗯，破案的戏怎么样？再来一个，再来个破案的戏。您这不是破案的戏啊？你这是破相的戏，你这是就警匪片啊？就警匪，警匪的，刑侦的，刑侦的，可以啊，有点悬疑色彩的。好，大伙都爱看这个。哎哎，两个主要人物吧，两个，两个。啊，我想想，一个哥哥，一个弟弟。哦，哥俩人设啊，大伙儿听好了，亲哥俩，亲哥俩，亲哥俩，双胞胎。哟，双胞胎，一奶同胞。哎呦，哥哥呢叫白天，嗯，弟弟呢叫黑夜。这哥俩，你听这名字，他们哥俩退烧特别好使吧？退烧干嘛呀？不白加黑吗？这不是一个白天一黑夜？再说您这不合理呀？怎么不合理啊？双胞胎亲兄弟。对呀、啊，不一个姓儿。一个姓白，一个姓黑。谁说不一个姓的？嗯，名字叫白天黑夜。嗯，他们有共同的姓。他们姓梅。哎，他们哥俩真累呀，没白天没黑夜的，干嘛这么累的慌？梅兰芳先生的梅呀。哎呀，好不好？可以可以。分分角色啊，您说说。一般我们逗哏演员都比较厉害，知道吗？啊，我呢，我演哥哥吧。哦，您演哥哥，我也演弟弟，好不好？那、我演个话筒，您看怎么样？话筒我用你演呢？废话，一共俩角色啊，您全演了，我怎么办？您再挑一个的啊，再设计一个不就完了吗？我再设计一个。你这么着吧，嗯，您演我们邻居，哎，住在我们隔壁，好吗？嗯、我姓王吧？你看还是个复姓。什么复姓啊？我这、什么名字？哥，我演隔壁老王。这是什么？您看这话打你嘴里说出来显得那么难听啊！什么叫隔壁老王啊？隔壁王叔叔。哎呀，还这么俏皮。Uncle 王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吧。我就是我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？任务啊，你这么着吧，即兴演出呢，我不是演两个吗？对对对，让观众先弄明白哪个是哥哥，哪个是弟弟。哎哎，我刻画人物，人物跳进跳出，大伙弄明白我们哥俩这一番对话。嗯，情到深处的时候你就出场，好吗？那我知道你们哥俩那情多深呢，即兴吗？就即兴了，即兴表演吗？可以可以可以，好不好？表演技的时候、再者说了，你这人你得注意，你知道吗？你好演员没有台词也能表演。哦，对，是不是？是是是。我俩在屋里正说话，你设计你干嘛呢？你偷听呢？哦，我偷听。你不偷听，你怎么知道我们哥俩聊天情到深处啊？哦，你好比你扒着我们家窗户根你偷听呢。哦，你扒着偷听。哎，扒着、我就这么偷听。哎，扒着窗户。哦哦，我们家住74楼。哎，你那我扒得住吗？我扒74楼，我扒得住吗？我这意思就是这意思。行行行行，我偷听啊，偷听、哎好，开始了啊，来吧。Action。哎，什么玩意儿？
说的什么？还拍戏呢，挨个声开始。哦，就您说开始就完了吧？挨个声，哎，嗯，来吧，扒着点啊。哦，对，扒着点，偷听呢。你瞧这演员还演呢，偷听好奇乐点不会吗？好奇还乐点？哎，说什么呢？嗯，还是嗯。你让大伙儿看看，还是跟那熊二一模。您瞧瞧，干嘛呀？这是就乐点，乐点就是我入戏了啊！有什么？行吧，开始吧，就来来来，开始。我一人来俩，大伙儿看我这演技。嗯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的哥哥。哼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的弟弟。嗯，妈妈最近好吗？妈妈最近很好，反而我看你最近不太好吗？你怎么知道我最近不好？你好不好你心里没数吗？我最近好不好我心里当然有数，反正我看你最近不太好了。明明是我问你最近好不好，怎么变成你问我最近好不好了？那我也问你最近好不好，你也问我最近好不好，咱们俩人最近到底谁不好？我不好，我不好。行了不？怎么意思？没到你呢。你们哥俩这干嘛呢？就互相这么问好不好？这多长时间了？快了，还有仨小时，哎，知道吗？仨小时，我盯得住吗？你得让观众弄明白，哪边说话是哥哥，哪边说话是弟弟。不是，得让我说。马上就到你，不要着急，你好好表演，无实物表演好吗？哎，开始 ，Action， 闭嘴 ，Action， 扒住了啊，乐着点儿。嘿来回，你看，笑好了吧？我有什么好看的？这跟哈士奇似的！我这么着，快点开始了，快拍戏呢！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的哥哥。他又找他一回，我一直在找你，我的弟弟。那他还找他呢？妈妈最近好吗？他妈老出来，你怎么这么贫呢？你怎么？你让大伙看哪拍电视剧，旁边站一捧哏的，你瞧见没有？无间道梁朝伟、刘德华站在天台底上喊。对不起，我是警察，你过去，去你的吧！像话吗？不是，那我得马上就到你，别说话行吗？我们俩弄明白，马上闭嘴，哎，可是，乐着点儿。啊，这么会儿来三回了都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我的哥哥。我一直在找你，我的弟弟。妈妈最近好吗？妈妈最近很好。反正我看你最近不太好吧，哎，那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哎呀，出新词儿了，啊！我问你，嗯，小王是怎么死的？小王？哼，那天发生了什么？难道你忘了吗？啊！那天你回到家，你接到了小李的电话。小李？可对面传出去是小张的声音。嗯？你知道啊，小张是老赵的儿子。谁？那老赵偏偏喜欢刘婶儿。哎呦，那老杨又算什么呢？哎呀，因为老宋不再烧锅炉了。哎呀，老钱曾经说过，老周退休了，欧阳妹妹才是他的接班人。老王，哼，你说到底谁杀了小王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个邻居。我王叔叔要搬家了，我的妈呀，怎么出来这么多人呢？这什么乱七八糟？老赵老王，不是，你看，告你又演不了了。我告诉你啊，就这台词，就这人名，我根本就记不住。不光我记不住，谁也记不住。那我要记住了呢？你要记住，算你赢。多简单的几个人物：小张、小刘、小赵、老宋、老周、欧阳美美。哎呀，他说上来了。